家主说一下，你想要看奶奶，那报一下奶奶的名字和过世的日期。我不记得那没关系，报一下你奶奶的名字，请她去调阅一下。好，诚心的拜托她一下，她有说可以吗？他说好。好，太好了。那你有见到奶奶的时候跟我说一下。我好像看到他。好，你跟他的呈现的灵体是亮的吗？还是暗沉的？是亮的，然后他穿得很漂亮，就是穿得很整齐。是你们生前烧的衣服吗？好像是，对。好，你跟他就是问一下，说最近好吗？有跟哪一位神明修行吗？他说他过得很好，是。然后因为他在生前他有就是有皈依某一是，个佛门，是的。所以他身上有袈裟，然后他现在他那个袈裟就是他现在拿着，就是他现在没有穿着，可是他是，手上有那个袈裟，然后还有佛珠。正在修行就对了。对，他说他正跟着那，就是以前就是生前的时候一样，就是他还是在吃素，然后是。他就是也是会定期念经这样好，子。你对，请示他能不能带你去他这个修行和工作的地方？他带我进去一个佛寺。佛寺，好，没关系，进去参观一下。有什么样的摆设吗？就是佛寺，它就是门口就是有插香的地方，是。但是没什么，就它是一个很清净的地方。是。然后那个佛寺里面走进去之后啊，有一些神那个佛这样尊，子，对，还有一些神尊在那边。了解。好，那就跟他聊一下天后。你问他最近有想吃什么吗？他说没关系，他自己自己准备素菜。自己自理这样子。对，你问他最近有回家吗？因为鬼门开了，有回家吗？他是说他回到我叔叔家那边去看过，然后哦，阿伯了解。家，然后他说最近会来我们家看，这样。好，那你可以跟家人讲一下，说大概近期会回家，大概是落在中午还是晚上？你问他一下。他说晚上的时候，好，晚上就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哈。